两万，二十元。好啊，你。先拍照，先拍照。往后站点，往后站点。啊，往这边来点，光线好点。我觉得最感谢的就是咱们的缘分，就觉得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又玩得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感谢大家都说过了，我觉得我对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在哥哥姐姐们身上学到的一种对生活的热情，还有就是觉得这个年纪还可以这样运动。哪的？哭的声音都哑了。来。